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个人是完全努力不过，非常遗憾的未能完成政党轮替，我让大家失望了。我还在这里深深的表达我十二万分的歉意，抱歉，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在这一次国民党全党上下一心，各阶级以及我们各县市空前的团结，但很可惜没有完成政党轮替。我要在这里，我非常的谢谢国民党在朱主席的带领，在各县市首长的鼎力协助底下，真的我很感动，很感谢，我真的辜负了大家，对这些给我满满支持加油的好朋友，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给所有的支持者以及给党内所有关心侯友宜的人再度的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我特别感谢赵少康，赵少康先生也是我们的兄弟，他在关键的时刻义无反顾力挺侯友宜，力挺国民党，我对他充满着感激，谢谢少康，谢谢。我要再度的谢谢朱主席以及马英九总统、连战副总统，还有萧万长副总统、吴伯雄主席以及王金平院长，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仍然拖着脑袋的身躯给我满满的支持跟鼓励，这份情这份意我永不能忘。其中我最感恩最感谢的就站在我左手边我的金辅中执行长，我尊重台湾人民做出了最后选择，民主的选择就是人民做主，人民的决定咱就要面对人民，咱就要好好啊听进人民的声音，按照人民所期待向前走。所以在这边我除了要恭喜赖清德、萧美琴两位当选，也期许他们不要辜负台湾人民对执政者的期待，执政者真正爱把人民的心放在他的心口上，把人民的声音你要听入，一定要听入。这次选举的过程非常的激烈，但重要的是我希望各党派在先后面对台湾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对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很失望，甚至我刚才在后台看到我很多好朋友在那流眼泪，我可以理解，我也真不甘，这个不甘是因为我们很爱这个土地，我们爱我们亲爱的台湾人民。明天我就会捡起我的袖子上攻，不辜负支持者以及人民对我的期待，我用更认真更努力来奉献我们的国家，不辜负人民这一次给我们满满的鼓励跟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